绍兴越城区的盛世名苑小区，是二期的啊，二期的我们有一个房子，应该说已经基本初步装修完了啊，大家过来看一下啊，看看我们这个全包的这个包含了哪些项目啊。那这里呢，一共大概是140多房吧，啊，140多房，我们全包的价格好像是23万多，23万多啊。看一下包了哪些项目啊？这个全包包含了哪些东西？对，嗯，然后呢，厨房这个啊，厨房全部吧，那个就是吊柜啊，然后呢衣柜啊，然后呢方太的煤气灶、方太的油烟机啊，然后呢一个水槽，然后呢一个方太的热水器，这是洗碗机，这是柜子、瓷砖、吊顶、壁砖啊。刚才小房间，它它这个就是一个挂机啊，然后那个柜子，这个榻榻米的床啊，然后那个是。岩板的啊，岩板的台面是吧？然后呢，局部做点吊顶啊，然后地板、门，对啊，然后看看这个储物柜、卫生间吧。卫生间呢，一组柜啊，这个柜应该是，这个打开看啊，项目柜，这个是项目的实木柜，周边镜是吧？然后呢，这边鱼门啊，这个喷淋。啊，吊顶啊，这个房间里的话，就除了一样东西都是我们的，就是他这个买的这个电热的这个毛巾架啊，这个毛巾架的话呢，我们家冬天很好啊，洗过脸以后，有毛巾可以挂在这上面，很快会干掉啊。除了这个不是我们，其他都是卫生间，一样的，这卫生间也是一样的。然后那个咱们柜，除了这个不是的啊，其他都是。这里呢也是，这里到现在为止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吊顶，这灯打一下。吊顶，然后呢，大理石的台面，啊，就是说柜体、门、开关插座、地板，啊，这也都是属于全包包在里面的啊。那这边也是一样啊，吊顶、柜体，然后门、地板，啊，除了床不是，灯不是，窗帘不是，其他都是。客厅嘛，反正也是一样，除了灯不是的，爸爸不是。啊，其他都是，对吧？啊，其他都是。嗯，然后我们看这个窗帘啊，它这个窗帘呢，我们讲现在是什么？左边说木板的，是木板的，遮阳效果差一点啊，但是我们讲整体感观很不错，这个比较垂帘，不像那个一般的窗帘，你可能要做过特殊处理、定型过，它才会有这个效果。啊，它这种呢，我们讲这个效果上相对比较好一点，但贵贵，来搞关系你吧。阳台我们看一下，阳台呢，它是双阳台。啊，这边呢，我们是已经纳到这个客厅里去了，客厅感觉大一点。这边呢，我们就是这边就洗衣服。